香蜜沉沉烬如的热播，将邓伦和杨紫的演艺生涯推向了另一个高峰。之后，邓伦的商演、综艺、剧作不断，杨紫也是马不停蹄地奔赴了作品的拍摄中。相较于邓伦而言，一时之间，杨紫鲜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，只有在极少数的颁奖礼中可以看见杨紫的身影，更多是路透的剧照。金鹰奖中的陪跑之后，杨紫好像成了颁奖里的绝缘体，粉丝戏称可以不要再六粉了吗？一时之间成了杨紫粉丝的常规燃词。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12月18日腾讯举办的2018腾讯星光盛典中，杨紫获颁年度人气电视剧女演员，认证了杨紫在2018年的优秀成绩。宣布杨紫获奖的那一刻，观众掌声雷动，不言而喻，是观众的祝福、鼓励和肯定。上台领取荣誉的杨紫从容不迫，发表了获奖感言，提及一位长者游本昌老师对自己的期许，更是充满了感激。游本昌老师送给杨紫一本书，书中批语是：“以文艺化导人心，是吾辈之重任也。”这句话深深的烙印在杨紫心里，鼓励自己不断拍出更多好的作品，奉献给观众。